众所周知，在《刃牙》这部动漫中有着最强三鬼，其中分别为鬼背永次郎、鬼脑刃牙以及鬼爆烧浆。永次郎和刃牙分别被称为地表最强生物和地表最强少年，可无论是永次郎恶魔一样的鬼魂，还是刃牙能将想象变成现实的鬼脑，都算不上最强，只有烧浆的鬼爆才是真正的牛逼，其隐藏的独特能力，就连日漫第一硬汉花山也被吓得双腿发软。为了能够进一步确认两人的关系，刃牙带着烧浆来到河边约会，可还没聊两句，花山薰却出现在两人的身后，花山的目光不断地在烧浆的身上打量，于是开口询问刃牙究竟是想要这个女孩，还是单纯的想要女人。被花山这么一问，刃牙顿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可谁知花山却表示，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女人的话，那事情就变得好办了，只要刃牙敢要她就敢。刃牙深深地咽了一下口水，数之不尽的美女，这条件很难让人不心动啊。没想到烧浆的一句话就让刃牙瞬间暴怒，并且警告花山，如果只是说这件事的话，那么就请他现在就离开。看来在女人的面前，这种事情还是说不出口。刃牙被瞬间激怒，他猛地挥起拳头向花山砸去，可结果却被花山一脚踢进了河里。殊不知花山这样做完全是在救刃牙，他根本不知道鬼豹的实力究竟有多可怕。此刻的刃牙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他可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是阻止他和鬼豹成长的，就算是亲兄弟他也不会手下留情。眼看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，就在这时烧浆出手了。花山顿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，甚至愣在原地双腿发软，接着烧浆对着花山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眼看着女友疯狂在作死的边缘试探，刃牙连忙上前一把将烧浆拉开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真的会被杀掉的。可谁知烧浆却变得更加坚定了，他没想到刃牙居然这么怂，自己的女友被欺负了，结果他却还是只会在一旁说风凉话，什么地表最强少女，在真爱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眼看着烧浆正在气头上的，没想到花山居然还敢搭话，只是被石子轻轻砸了一下，花山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。别看表面上花山好像毛事没有，实则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。夜晚回到家后，刃牙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回想起白天烧浆对他说的话，刃牙陷入了深深的自闭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没想到这么晚了烧浆居然来找刃牙。两人也是开门见山，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心里所想。虽然两人白天闹了点矛盾，但彼此内心还是深爱着对方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眼看着就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，烧浆却表示自己困了，便离开了刃牙的房间。止まっていけよ。烧浆走后，刃牙在被窝里不停念叨着烧浆的名字。就在这时突然房门被打开了，刃牙紧张到了极点，房间里到处都弥漫着烧浆身上的香气，这一刻刃牙的心脏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。就这样过了两分半后，终于刃牙忍不了了，可正当他打算和烧浆一起成长时，却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然有一双发光的眼睛在盯着两人。刃牙连忙一把捂住了烧浆的嘴巴，没想到刃牙的父亲饭马永次郎竟然出现在两人的房间，这口味也真是够变态的。看着刃牙如此的软蛋，永次郎开始嘲讽刃牙，居然连送上门来的女人都不敢动手，说罢永次郎就要亲身教训。一切聞く耳を持つな。禁欲の果てにたどり着く境地など、たかが知れたもの。強くなりたくは喰らえ。あくまで喰らえ。飽き果てるまで喰らえ。喰らって喰らって。父亲的话让刃牙听得一脸懵逼，可谁知永次郎却转头叮嘱烧浆，作为一个女人也要不断的自我提升，他让烧浆尽可能的发挥出鬼豹的全部实力来帮助刃牙成长。最后永次郎祝福两人能有个愉快的夜晚便离开。父亲走后，刃牙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，于是他转头看向烧浆，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和烧浆成长，但不是为了变强，而是为了爱。やるよ。君とセックスをする。